我哋女兒的女兒嘅團隊同時咧，今日請各位繼續拿流步，因為呢個時候咧，我哋會邀請埋咧今日出席我哋香港亞洲電影節2024閉幕禮嘅嘉賓一齊影張大合照啊！咁我哋繼續有請電影《女兒女兒》東浩影業有限公司負責人張全琛，好有請。繼續有請安樂電影發行林慧敏，有請。剛才已經亮相過電影《巴巴》的導演翁子光、劉青雲、谷祖林、蘇文濤、洪樂兒和監製錢小維，亦都有聯合監製孫飛和高仙電影有限公司創辦人及行政總裁曾麗芬女士。好，有請咁多位。係啦，我哋有請工作員幫忙排一排個位置啊。好，跟住我哋繼續有請第21屆香港亞洲電影節大使梁翁婷 Rachel。以及香港亞洲電影節總監 Didi Wu， 有請 Didi。 好，有請咁多位一齊影張大合照啊！我哋一齊望望中間先，係啦，哦，爸爸嚟啦，捉住女女過嚟影張大合照先，係啦，我哋一齊望望中間位置啊！好，繼續望望中間。先後兩套我哋香港亞洲電影節嘅閉幕電影嘅團隊亦都同大家見過面，我相信大家了解更多嘅時候咧，亦都會想入戲院支持啊！好，我哋望埋左手邊啊，有請咁多位一齊望望左手邊。好，呢邊呢邊呢邊。好，我哋麻煩各位再望多次中間，望多次中間位置補多張相啊！好，跟住我哋望埋右手邊，有請咁多位望望右手邊。好，如果都影到靚相嘅話，係啦，再次多謝台上咁多位 ，thank you。可以先休息一陣先。咁啊，同時都多謝我哋香港亞洲電影節啦 ，HKAFFR 為我哋香港觀眾咧帶嚟咁多精彩嘅活動。係啦，各位可以先休息一陣先。咁同時咧，我哋今日嘅閉幕禮已經差唔多嚟到尾聲啦，再次多謝台上咁多位嘉賓。咁同時都多謝我哋現場嘅觀眾同埋傳媒朋友，提一提各位，係啦，持有我哋今晚香港亞洲電影節2024閉幕電影《女兒的女兒》同埋《爸爸戲飛》嘅朋友咧，稍後時間就可以入場欣賞電影啦。而兩套電影嘅導演同埋演員咧，亦都會去到戲院同大家見面打招呼嘅，所以大家記得支持啦。喺度亦都約定大家。